大家好，我是老猫，下班了，今天快乐一下。猪头肉。42.1回家，干饭。杨凌这物价是真感人呀，这么多12.7啊，猪头肉、牛肉，一个价是35.6一公斤呢。凉菜4.6，老醋花生7.8，泡着。42.1，这么快乐。开店，这是真的便宜啊！先敬大家一个，来一口猪头肉。嗯，猪头肉有点硬啊。大块牛肉。做的还可以啊，就是这家的凉菜也好啊，这个超市的凉菜卤肉啊，盐都放的特别重。吃饭嘛，怎么能不吃主食呢？咱们泡一个豆花泡馍，大豆皮儿，大口吃肉。大口喝酒。我都想去找刚才那个阿姨了，为什么放这么多盐啊？好咸啊！我感觉这个菜只能明天就着面条一起吃了。哇，猪头肉啊！醋泡花生，真好吃。呛嗓子眼了。看一看咱们的碳水有没有泡好。哇，咱说这个冲泡型的方便是方便，但是确实没有煮的那种香啊，但就是很方便，到哪儿都能带着冲一冲泡一泡就能吃。干饭人，爽啊！宝鸡本地人吃豆花泡馍的时候都是这样吃的，来一碗豆花泡馍，不要豆花，不要馍，只要麻花。
但对于我来说啊，我觉得豆花跟馍还挺好吃。这汤好喝呀，豆浆加辣子，这二两下去达到了一个放松的状态。今年啊确实特别忙，自从过完年到现在我都没回过家一趟。